我是横拍抓握，就是跟说白就跟抓握枪一样这种，对，然后就是像切菜一样拿刀一样，这种握把，横拍，这种握把，嗯。每个人都可能不同吧，有的人可能会偏正手，要偏反手一点，但我可能就是还是比较适中一些。其实我的握板就是跟正常的横板握差不多，但是相对我握板的这个松紧程度可能比较松吧。发球的时候，对，发球就是这样，手可能要。不像拿拍这么抓这么死吧，然后就是稍微的松一点发球，然后发完就过来了，很顺手就过来了，特别顺手一发完。